师傅，大师兄，快来！师傅，来哪路货？瞅见你就知道了。到时候机灵点啊，没问题。嗯，走。列队站好。乡亲们，我们是日本国大和班杂耍团。今天我们是慕名而来，早就听说仙人浦是中国杂耍之乡，我们特来向各位拜师学艺。师父，日本人，仙人浦的名声连日本人都知道。就是啊，族长，看来是同道之人，放他们进来吧。对，放他们进来，比划比划。对，比划，族长，我们咏春班刚从南洋回来，那里人都说日本国想霸占整个世界，我看这伙人呐，来者不善。哎，师父，他们喜欢咱的玩意儿，咱可不能自个儿冷了场子不是？对，师父，我们在东三省见过他们对中国老百姓可狠了。族长，只怕他们不是来捧场的。是捧场子还是砸场子？放他们进来一试便知道了。我们仙人铺从来不亏待杂耍道上的朋友，不让人进来，显得咱没度量，传出去，让江湖人笑话。是啊，对啊，伸手不打笑脸人，不让人家进来，咱们输理呀。嗯，我仙人铺自古有规矩，只让道中人进村，异路人概不收留。我们确确实实都是杂耍班的，既是练家子，那就该懂规矩。要进仙人铺，先过仙人桥。对，先过仙人桥。班主，我来吧。走钢索本来就是大和班的基本功，不能让中国人笑话。哎，师傅，人家真练过。你那最后一招可不地道啊！厉害的，是啊。哎，战海，咱仙人铺人得有气量啊！这位朋友，承让了。嗯，仙人铺的杂耍技能果然是名不虚传的。客人身手不凡，
果然是杂耍界的高手啊！请教尊姓大名？在下石井胜男。石井先生，请你的车队进铺。嗯，战海，哎，吆喝一嗓子，贵客进铺喽！请请，这里是俺们祠堂，今晚你们就住在这儿，待会儿各家各户会把被褥抱过来。啊，谢谢族长先生。这次我和我的大合伴来，是想跟本村的各位高手切磋一下技艺，一边相互交流，还望族长阁下应允。好说，明儿一早就在吕祖庙里比试。我们也想见识见识日本国的功夫，开开眼界啊！好，不敢，族长阁下谦虚了。我们还准备了很多礼物，还请族长先生通知全村的乡亲们，明天早晨都在祠堂集合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啊，那好，恭敬不如从命，我一定把大伙儿都叫来，一个不落。好，啊，谢谢。那好，你们歇着，告辞。啊，我送。嗯，请。尊祖阁下，嗯，看来一切顺利。不，这只是第一步，一切还得看明天，不可大意。先生，我听说中国清朝有一个皇帝赐给仙人铺一只银碗。石井先生，那银碗可是我们仙人铺的镇铺之宝啊。当年乾隆爷在北京天桥看了通天手逾期的玩意，龙心大悦，赏了一只银碗，还说这银碗在谁手里，谁就是天下杂耍第一人。这一百多年来，这只银碗愣是没出过仙人铺。哦，族长先生呀，在下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不知能否把这只银碗赐在下一看？这回你是瞅不着了。这只银碗呢，由华永班保管着，他们现在在保定住园子，你也回不来。华永班？这个华永班不光是我们仙人铺第一，还是保定府第一。啥第一呀？两年前我们在南阳啊，就没跟他比。那四年前你们也没赢啊。四年前这还有这么壮吗？今儿个在桥上的身手大伙都看见了，四年前他有这么猛吗？师傅，甭说这么多，今年打擂的日子就在眼巴前，咱们呢把银碗夺回来。那明天我们先比试比试如何？正等着呢。师傅，人家可下战书了。好啊，嘿，那我们抖起精神。我这心里一个劲儿的打鼓，看来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呀。哼，甭怕师傅，明儿个比试啊，我第一个上。好。嘿嘿，哎，送师傅回去。师傅，师傅，我搀着你。慢点啊，慢点。尊祖阁下，怎么样，一切正常吗？
侦查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好，马上给吉谷将军发电。嗨。尊敬的将军阁下，我部已按照原计划成功地进入仙人铺，并已经取得信任。仙人铺地处深山，易守难攻，风景优美，不愧为我大日本帝国实施天使计划之理想之地。明日将设法召集全町村民集中，是采取行动的大好机会，请将军阁下决断。回见。秘密部按计划继续，我正在保定迎接勇气凯旋。嘿。